象馆它很棒的地方就是它有很棒的造型师还有摄影师。我觉得造型师很厉害的地方是它会知道哪里需要就是做加强，所以你的妆感是非常立体的。摄影师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拍完照之后照片是直接输出给你看，你可以马上知道说他的呈现方式还有你需要改进的肢体动作。拍摄完毕之后他马上就是可以帮你就是做修图的动作，不用担心拿到照片的时候会跟自己想象的差太多。我觉得他们的服务蛮棒的，然后也非常的细心。